吃完中午饭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就带他去医院了。高压是148，低压是86，心率是110多。当时大夫都跟我说，出去让我给我老婆先买一个冰激凌还有糖葫芦吃。结果吃完了，待了十几分钟，一量血压是116，高压低压是68，心率是92，就是感觉身体也挺好，反正心情也好。